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个多项式跟它相等，那么他问说 K 等于多少，那这个我就把它展开，展开的话我把这个呢乘以这个，就 A S 平方2X 加3，再加 B 乘以这个 B 乘以 2X 加3，我们发现了这个乘进去以后，这是 A 乘进去以后是 2X 3次方加上 3S 平方，这个跟这个刚好一样，所以这 A 应该是1啊，后面这两项跟这一样，也就是说 K 是等于 2B， K 是等于 2B 啊，然后 3B 是等于负 3， 3B 等于负 3， 那这样我就可以知道B 是负 1， 那 B 负 1 的话K 就多少，2乘以负 1 等于负 2， 所以 K 是负 2， 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A。